啊，讲什么？讲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太阳他的翅膀了。嗯，太阳他的翅膀了。飞走了。飞走了。哇，这里也有树葡萄哎、欸！这个树葡萄在开花嘞、啊，那个是花，它的种子树葡萄，它在树干上开花结果，长出树葡萄。到那边有没有？我没有看过，我都在这边看，可能它适合比较热的天气。这个是茼蒿，看起来像向日葵。你在露营哦？对。这个花很漂亮哦，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？树葡萄啊，请你们看到树葡萄在树上，这个是可以吃的哦，成熟就变成黑色可以吃，就是酸酸的，很好吃。对啊，上次爸爸有采。爸爸讲西瓜，讲树葡萄。树葡萄不是这样，树葡萄就你看妈妈的手，这个就是树葡萄。成熟就是黑色的，可以吃哦。但是要去搬树葡萄。我看到黑色。